暂时是不死的，暂时不死，不死，但是死不了也好不了，反正就死是不死的，但现在不死不意味着一会儿不死。主要是他现在到底可以肆无忌惮的往你脸上糊伤害了。哎呦，还好罗塞不出不来，出来肯定死。应该再毒刃，对，再来个毒刃。大地环，这都无所谓。其实现在主要就是说，术士选择非常的少了，只能是苟活。大地环加一口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刺骨呢？刺骨打死了吗？打不死。五加四九，还差二十。打不死，那慢慢来。这回这个刀肯定砍出去了，因为他想要大刀。对的。也可能不砍出，也可能不砍出，因为他大刀没费用。红石头来了，红石头来了，尴尬呀，尴了尴尬，对吧？对呀、啊，就是这个，其实没你，因为你已经变大王了，砍掉他就可以随便打你的脸。敌人还是武功，哎，不过那这就死了、嗯，怎么也是死了。我觉得因为红吸费用太高了。对，红吸，因为你没有，你没法叫嘲讽，因为当时把那，如果你当时没把那个顶盾扔掉的话，现在可能还可以加一个那个，加一个小地狱火，地狱火，那、嗯、加地狱火也挺好。哎，对，其实就是。主要是石头架不出来了。对，这一局蜥蜴贼赢得很顺利，因为他抓到了很关键的王牌。对，他双猫头鹰，非常的针对啊，这个属于非常针对。他那王牌猎人特别厉害，他是不是知道瓦尼的这个术士比较厉害？因为他们在打之前就知道对方职业了，因为他们是最后一个出场的嘛、嗯。他们在打，他们俩哎，果然，因为兵法打蜥蜴贼还是比较舒服的，是吧？蛮好打，嗯，他这套兵法应该是那套兵法。第一局算是罗西基在这个策略上是占了一个很大的上风，智商碾压了。这个啊，他这套是那个法师，就是、嗯、是那套就是二 DU 的那套兵法，就是有战利品储藏者，有那个两费一抓牌的。好的。嗯，这而且上把。盗贼是后手，嗯，盗贼这个奇贼这牌他蛮喜欢后手的。大法师，我们看罗西基这个骑手还是不错，有加基森，最起码，哎，就很多时候你输，奇贼输掉对局叫没有加基森，嗯、自己什么都白说，是。其实我觉得瓦尼这个是个张照片，你知道吗？这个、嗯、这个姿势摆了半天从来不动，哦、他动过，他的眼睛偶尔会动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但是稳啊，这个选手说明，嗯。这个牌你觉得是冰箱还是、哦、他看到了寒冰护体，这张牌我是没见过的。奥数智慧吧，嗯，我可以需求这智慧吗？啊，因为它有毒，对吧？对对对对，上面有毒，所以它顶这个。好，王牌没用了，这个没办法，这个赚到了，反正无所谓了，就直接他已经立功了，反正我们上。如果奥数智慧好一点上了，这部分可以寒冰剑加出这个。在费用上好一点是吧？对啊，这只能。不过他手上好高伤害啊，寒冰剑，冰箱，冰箱，对，这就是3344，就是的。继续开，不急，反正你这些东西都是被我解的，到时候随便解的。他可能直接用硬币来了，直接硬币末日降临了啊，可以。或者硬币寒冰剑也行。嗯，我觉得末日降临还是用掉吧，其实没什么好留的。末日降临不一定。不一定能有起到作用，但是要么硬币寒冰剑，要么，所以说上火用那个，嗯，那个奥数智慧比较好。他点了一下一个，14点。哦，是因为这样，因为他头上顶个寒冰护体，他想在敌人没有多少伤害的时候把那寒冰护体打出来。瞄准你了，我懂你的意思。对，因为如果他在这个四点上还不打出来，他一会儿打不出来，寒冰护体挺好。说加基森也不是可以刷的，没法加基森，两个贝斯也刷不了东西。他把刀砍一下吧。对呀，他可以再点点刀砍。嗯，不重要，不重要。点掉这回那就点掉，再拍一个普通。3344，这个如果算学法呢，再加四。嗯，3344就是14。三三四四十四，再加是十八，就说他现在有一个叫做八费打18的能力，只要再摸个火球十几，24，摸火球就赢了，因为摸个火球就赢了，因为他25，但
大法十天呢。冰箱可以挂上，先挂冰箱，然后挂冰箱慢慢点，因为毕竟才六个费。确实，我学法师就不下了。学法师还留着学法师出法术的时候就留着那什么了。是的，冰箱挂上，我觉得其实可以挂，可以把那什么放出来，末日降临，就是强行的战一回合的先，是吧？对，这就战一回合。我要七费先手。对，但也不能太嚣张。猫头鹰没有，我们猫头鹰打末日降临有。这回合盗贼离打死远嘞，要不就末日降临干站着，完点点脸完了，无所谓也可以，他这套牌是有自带火球的吗？还是靠安东尼打？有自带火球，有自带火球的是吧？他先暴风雪冰一轮，因为他手上牌就特别多，选择也特别多。加基森还是刷不了牌，没得刷，你知道吗？吃个加基森叫加基森过，加基森背刺自己，背刺自己不行，再吃个暴风雪自己就死了，就都他总要想这些。加基森接着乱舞，加基森刺骨，打对面脸，然后还有好不开心，好不开心，因为法师现在血太多了，32。就说嘛，法师这个法师牌，我突然间想起一件事，这个法师牌克所有罗奇奇的牌。克牧师，克盗贼，克战，克那什么，克他的大王，克大王，克术士，大王术动物园全克，都克，对好，完了，够了，伤害够了，下回开始打一波，这东西羊毛带走了。下回徐法师冰箱，寒冰箱，冰箱，关键是罗西基这边就只能看着，瞪眼看着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这没辙，这没辙。我觉得你调教出来的人还是很有实力的，是不错。调教的人家本身就是我认识他之前，他就是 ECL 上海网吧赛的冠军。上海，你挖掘出来的人还是很有实力。没用，没办法，就是刷打技，就感觉现在就是，对，就随刷变的，就是有个冰箱，你怎么打得死嘛？你这牌又没红龙的，对吧？对，你除非你这个法，这个盗贼是那个就是红龙盗贼，有希望能翻。只是有希望，哎呦，也不确定。我们看罗西手上的牌，维恩手上的牌全是这种，维恩就学法，冰箱打18，打脸，费用够的，八费就行了，对，好六怕什么？怕暗影布，怕两个大地环或者暗影布大地环，该怎么办呢？但他那样打，他也还是怎么说呢？还是那个什么不掉你，对，怕暗影布大地环或者那什么大地环，这个轮胎的选择拖一下，其实。要么就安东尼打死了。其实我觉得拖一下也行，因为如果把这个加基森弄死了，就再没加基森了，再没加基森了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可以。该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你的意思是冰枪再加寒冰剑，把那个寒冰剑再加，就学法加寒冰剑，把这个接上。不，你这样学法就卖掉了。啊？学法就卖掉了。完之后把冰枪给打光啊。啊，也可以。就等于少打你四连血。不还剩十吗？你没加血还是死？四点爆，有加血的话也无所谓，因为你十点血，我想弄死你太容易，因为我这安东尼达斯总是对的，总归能刷到火球，总归能刷到东西的。是的，啊，这边没办法了，已经是还可以毒刃刷一张，看手牌，他不用毒刃的话就死，但用了毒刃也用了毒刃磨个大地环，磨大地环还有希望，这没机会，这样就没机会，这样就奇迹了。好的，好，恭喜巴尼、这个、打回了一盘，这个传说的打抱歉之术。因为奇迹贼就打这个法师就很无力，使不上劲。这个罗塞布啊，早点来，但是其实影响不大。大爆剑术，大的爆，大爆剑术，确实就因为盗贼离打死法师实在差太远了，法师18点血还在冰箱，还要至少要两三个回合，就让你站着打，再打两三个回合，那法师怎么会给？那还有第二场开了，第二场开了，这边是一个动物园，马尼的。这牌其实打动物园好打，因为它 AOE 特别多，是吧？它又有吹风，又有冰 箱, 又有那什么，但是它打动物园还是会输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动物园顺了谁也挡不住。是的，就这个园长深有体会，是就是动物园，好吧，就你看现在这种情况，就很有可能搞不过的，你知道吗？hold 不住了，是吧？要对啊，就很有可能 hold 不住的。不过这个牌已经算是蛮好了，但是这牌我发现它是没有，它有战利品储藏者，但是没有工程师学徒，因为形态每个都不一样嘛。下个蛋，吃一个打一下，好难受啊！被下个蛋，
要就不管，就照连打，照连打。其实也有好处，有坏处吧。就啊，他是这样，他这样，他想下回用蛋撞掉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对，就是出恐狼。嗯，完之后你要自己撞的，我就多打二，也不错，想的蛮多的。他可以点掉一个，也可以寒冰剑打掉一个，一样点掉一个好了。一样的寒冰剑，如果你先点掉他，人家如果往里加起来，你下回寒冰剑再点。对。如果你现在人家加起来，不过也加不起来，下回还是能点掉。下回可以吹风了，倒是真的。嗯，哎，是个吹风的阵型。这不是他怎么站都是吹风阵型，因为他的恐狼必须得中间打伤害的，他必须得站成一个冲锋阵型。不过倒是不错啊，可以吹不吹猪蛋之外的其他三个。对啊，就吹吹吹，吹风阵型不错。其实法师已经只有20点血了，抢的还是很快的。法师其实比较关键的是，就是那个末日降临和那个冻的和那个冰环，或者是还有就是那个两费二这个关键，因为它能帮你找冰箱什么很必须。对对对，主要是赚费非常关键，这个奥秘的费用还是非常高的。19，其实你看现在打的也不快，等到七回合有烈焰风暴了也。我得熬到七回合呀，还有一个回合要被打。啊，自己点一下。啊，点下了啊，点下恐狼，这个很好的，降好多攻的，对对对，降四攻，啊，四点长啊。为什么是4点？他自己两点，旁边两个加一点啊啊啊！啊对对对，最少4点，有可能还能多一点。是的，是的。对对对，他点上这个，我想，因为他现在很拖延对方的时间嘛。嗯。他六回合再出点什么人啊？哦，好，哎，来了。这个来的比较关键。他现在我看看，点掉猫头鹰，出个这个，出个这个，好的。我可以需求这种。完那个撞一撞。那个二一，那个三一的撞撞，意思一下是吧？对，就得撞一下他，因为把他撞成两血之后，下回合能想办法把他撞掉之后，把那个蛋破了，破了蛋烈焰风暴和不破蛋烈焰风暴是下是不一样。好，五七非常关键，直接来了。天哪，打的只剩5了，这回把你我看看怎么办？22打，二一撞掉他21， yeah， 然后。二吃掉蛋不行，吃蛋就是都反正都是一，只能是吃五七的那个，换掉五七好像不对，好像怎么样都要死了。啊，他直接把蛋破出来了，然后完之后再选择怎么兑换啊？给他留个4攻，对，就是只能这样。啊，这样是这样吗？只能是这样，不然你无论如何都会出现两个生物在场上就死掉了，弟弟。嗯，不是，如果我破掉一个那个，完了之后放掉个，你怎么归是麦田会留下一个，然后蛋也会留下一个，或者武器就法师现在有可能，如果是冰箱的话一血升天，冰甲的话就不够冰箱好了，冰甲就是九还有9血，就是实打实的9血。现在非常的，如果是冰箱的话就很爽。就是安东尼丹斯加，他现在就赌对方没有暴风雪，没有第二个那个，哎，摸到了冰箱，但是冰箱很好，冰箱很好，因为冰箱你上冰箱的好处是，嗯，你下回不会，你九点血嘛，你场面上不会打被破冰箱，如果下回不破冰箱就很可能赢了。我想想，冰箱肯定要上的，该怎么办呢？或者不上冰箱跟他拼了。大法师安东尼达斯配冰枪就不上冰箱了，就跟你拼了，你能打3点血你就赢了，如果上冰箱呢，求稳就是冰箱火球解掉一个，完了下回吃6点伤害。其实这么打一样也是，就这回破冰箱就输了，不破冰箱就基本，也不说基本，就很大希望赢，就很有希望赢。那现在是6点伤害啊，他还可以冰箱冻住，对，但是他可能是想刷火球的，他就赌你这回合6点伤害。冰枪冻住，我想想啊，冰枪冻住，冻住也可以，冻住了，冻住好，冻住稳，保证自己能再活多活一个回合，多4点血，这一个冰枪等于加4点血，
这边也是来了蛛蛋，这张牌没有用，这张牌也没有用，两张牌都没用。不错，这个也是运气，现在在向这个。如果他摸到了，就如果摸到大哥，大哥什么灵魂火这种破蛋、嗯，其实你看这冰箱不用它也不破，不破这个的。但是他也不敢赌嘛，哎。好，第二张冰箱。第二张冰箱好像感觉比较稳。不，没啥用，因为这回合要被破冰箱，这回合要不要出安东尼达斯？出安东尼达斯没得刷。嗯。火冲点掉一个。妈，火冲还是点蛋呢？想办法把蛋弄掉。哦，这好难啊！下回合可以安东尼法斯，这回合他上安东尼达斯。你要破冰箱就必须留我的安东尼达斯。对，这也是蛮拼的，都蛮拼的呀。拼的这没辙了、嗯，罗西基也不管了。我想这盘罗西基好像很难，拼的这没办法。阿克斯之盾这张牌好。对，可以阻挡自己死，也说不上好吧，也说不上好，没什么特别大用。突然间想想，也没什么特别大用。因为对方如果打死你，就把你脸刷死，也是很纠结的一盘了。你要破冰箱的话，嗯，你就解不了安东尼达斯。对，解安东尼达斯没法破冰箱，还要解安东尼达斯，也不算是要解。好，解掉安东尼达斯。安东尼达斯，但冰箱是打不出来的。对，这就打出来。他觉得保命比较重要，但是你可能呼啦升天。哎，这个也能保一回合。保一回合，然后出个血法。这怎么赢呢？对于法师来说，现在法师很容易，法师只要摸个火球就赢了。摸个火球啊！对对对对，火球完之后冰箱，他现在应该把血法卖了，冰环冰柱完之后开始点对方脸，啊，点掉自己。哦，这个也不错，摸了个这个，哎呦，这呵呵这好抑郁啊，这点到自己好吗？我觉得我要是他，我就冰环，完了点脸，点对方脸，完之后因为对手飞刀有可能飞死我的血法，我再摸一张牌，我想。因为这样子的话，你冰箱会被破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样子不一定会被破的。嗯、这样子他摸两张牌，不是两个人，总归是两个人啊、嗯，还真不是两个人。不过好吧，罗西基也算是运气特别差，只要两个人就行。对，啊，还不破冰箱？完了，一个东西，这牌，哎，为什么他不破冰箱啊？他，他这个红龙其实可以不着急喷，对，他可以出末日降临加奥秘守护者，但是也没事干，慢慢点脸嘛，出红龙吗？出红龙喷自己肯定是不科学的，嗯，我觉得就奥秘守护者末日降临火冲点对面。不知道这牌看的大家都很紧张吗？我觉得，对，我觉得这个时候确实是，可能他们想的比我们还要多，还要多一些。对对，就罗西基这边，我觉得属于抓的特别差的这几回合、嗯，最近两三个回合吧，都抓的很差很差，稍微抓的好一点，冰箱早破了。就挖你想，现在挖你现在想要不要岩爆打出去？嗯、岩爆打出去，对方还有七，下个破冰箱。就拖火球嘛，也是安东尼达斯喷自己，红龙喷自己，解红龙，还是那句话，解红龙，冰箱打不出来，打出冰箱，嗯、解不了红龙。我来自寒空了。下回合二选一，八费的冰箱，这个嘲讽起到很关键作用，确实，要不然的话直接提脸就带走了。现在发现还是打不出来冰箱，得把手上这张牌扔掉。对，40-15，对，手上牌扔掉能打出冰箱，手上牌不扔掉还是打不出冰箱，还会扔掉的。就一定要把这冰箱打出来，否则是就是稳输了感觉。一血，下回合肯定还是要上冰箱。八费冰箱一定要放。末日预言，哎呦，这两个末日冰箱加末日预言者，对，是可以的。冰箱加末日预言者，嗯、因为你下个破冰箱，总归是剩下人把我红龙打死。嗯，我现在多给你个目标，你想不看？场上七点攻打掉末日预言者，
打出冰箱还能打掉红龙，冰箱红龙人预言者没用的，这好难啊！打，红龙还有六血，那个还有八血，那个还有七血，两个打七，两个打七，打冰箱，吓我没用的。这个罗塞布算来的不错了，罗塞布抓的非常非常之及时，确实，不过他之前抓的很差，一包还一包。对，不过这个红龙就完全没起到任何作用。哎，他下来以后，科学家，科学家可以找个那什么冰甲，我觉得他应该有冰甲的。可是你觉得人家会解啊，这个科学家吗？肯定，肯定，他不解不解不解的一样的，你不解我解啊，你不解我，我解你，我撞你。罗塞布换掉那个红龙。马上就要。不对哦。马上。不对哦。他要先把这个那个弄死的科学家弄死的，不然他冰养他打不了对方免疫啊，你获得能不能攻击啊，不能受到攻击啊，免疫。你把冰箱，对，你把冰甲打出来了，你这个冰甲触发不了。为了科学，他是不是想不能攻击啊，这是不是想用灵魂火轰死对面，因为灵魂火如果直接轰的话是不触发的。不过瓦迪现在也需要神抽的，因为哎这个寒冰剑，寒冰剑打掉飞刀，不打到飞刀，人家飞死你。对，就是一定要打掉直接。也没用啊，没用的，没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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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行，不够。飞刀可以的，不对啊，他最多还剩九点血，没用的，死掉了，黑了，哈哈。好的，我们恭喜罗西基获得比赛胜利。是的，我觉得瓦尼好像那回合的红龙处理的不好，是吧？因为出了红龙，冰箱还没打出来，如果不出红龙，出清场什么的。就其实可能是他从冰枪冰到那个四公怪开始就不够堵，稍微的再激进一点会可能就赢了，是一定。他现在打掉飞刀不够的，这个没用的，场攻是5+5+12，这个太高了，打不住了。他有个冰甲九点没用的，对，就场攻太高了，对别人剩下的我想再点掉一个还是没用，还是够了，3+4+2，那么我想想，维恩最后一套牌是骑士，骑士是不是能打过动物园呢？骑士打动物园，悬，对，很悬，我觉得就并非那样子好打。可能我觉得有一回他冰环可以跟末日配合着，就我觉得那回合他的问题是那回合他点了那个血法，自己点血法，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事，但也不一定，说不好，谁知道呢？意思一下，然后被打死。主要是，对，确实很难。也还可以吧，这牌这局，冰甲，正好够了，多了，多了一点，发现你，虚空。好的，那我们恭喜罗西基获得第三场比赛的胜利，2-1也是拿到了比赛的赛点。如果再胜一盘的话，他就会代表VG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。是。这个大将战吧，就是说那一步，他这步他这个牌，骑手平等，还可以，找岩术师，有岩术师，圣光术，圣线，还行，不错，奉献比较关键，不错，我觉得奉献打这个动物园比较关键，你能不能奉献到？但你看罗西这手牌根本不怕奉献的，全是生人的怪，对，但不怕奉献，一般都怕大宝剑，就怕奉献的不怕大宝剑，怕大宝剑的不怕奉献，他什么都有了。对啊，他这牌就没岩术师，摸个岩术师可能就赢了这牌。这个也是要看动物园摸的怎么样，到底后面几抓。就动物园现在其实摸的不算好，因为对他的这些什么网羽怪啊，你能战场，但你打不出伤害，因为能打伤害的人都不带网羽。还来了奥尔多，要我说就直接来个塔斯丁狗算，硬币塔斯丁狗是吧？塔斯丁狗算，对对，可以的。看起来是没什么办法，哎。想法是一样的，应该这个应该不会啊，他硬币他宝剑了是吧？宝剑不好在哪知道吗？宝剑不好叫少加零点血啊，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举宝剑这一轮他可能还是怕被换那个塔斯丁，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考虑在里面？还是想始终是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塔斯丁狗好，不太看得明白，这个确实感觉塔斯丁狗是要好一些。就三回硬币一般都是塔斯丁狗，嗯，但就是骑士党内，岩术师平等也抓到了，还好。
是手上是一堆可以清场的牌，倒是他现在抓得很好很好，嗯，还是得塔斯林狗解锁。这牌叫塔斯林狗解锁，不会去砍那个菊花肥皂君。想想，砍，砍了他怕出怪物出来，嗯，没啥用，嗯，砍那个出个武器就崩了。确实，三回合如果对方有麦田，你上剑砍麦田，上剑砍麦田不减攻，你出个塔斯林狗的话。怕什么呢？怕四回合，他怕换，可能是怕那种卖叫嚣啊，狼人，叫嚣换了就换了呗，你回头就奉献了，是也是哈。你出个黑铁叫嚣，随便你怎么样，都是两个换一个，换了就奉献了。嗯，不过算了，这个也是想法不同。嗯、他想塔斯林狗晚点上，嗯，砍了，砍了。一般来讲，动物园在这个时候如果很伤三次，都是有恶魔在手上的，嗯、不都是恶魔。在恶魔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没有恶魔的话，我就出点别的了。因为四费还是比较好调剂，而且这个怪作为四费的，作为身材来说非常的差劲，它是个三四的四费。对啊，就他没有我上台就很傻。对，死了还能再上一个。这出小鬼还行。嗯，不知道，摸一张。两个换是，罗西西这样子不会轻易就是让你奉献什么打得很爽的，嗯，总归让你解不干净是吧？那肯定，城管吧，城管加小兵，行，城管加小兵，这牌我觉得瓦尼还是有优势的，因为他手牌实在太好了，对，太针对了，平等元素是奉献奉献。而且血量还算比较健康的，对，我觉得这牌现在还是瓦尼优势。不过罗西基这牌还有武器大哥，还有灵魂火，都没用。好，城管。报告，遵循万物的规则。两个恶魔手上，嗯，都是小杂毛。嗯，罗西基现在问题就是手上没有缺乏有质量的。缺乏能够一锤定音的一些东西，这完蛋了，这崩了，这就是，是完了，这个是。看似飞得很爽，嗯，其实一波升天是吧？一个奉献吗？还是严术师奉献的？费用是一样的。嗯，严术师奉献还是奉献？严术师太想严术师奉献吧。嗯嗯嗯，别被推死了，这牌挺难推死的，我觉得。确实，手上两个猫头鹰、嗯、倒是过墙什么的没问题了，但是你手上的牌伤害太低了，现在。他现在瓦尼能选的就是奉献奉献奉献严术师奉献还是直接奉献，他选的直接奉献，奉献养小兵大概是。哎，他出了个这个不高兴，出这个比那个攻击力低，对，就不高兴、啊、出这个一三就只能用来 打报告了。嗯，哎呦，都是杂毛，手牌质量太低了，虚空恐魔没用啊，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吞的去可以去吞的东西。嗯，因为下一回合骑士可以出正义了。嗯，对，可以出正义了，正义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。对，你正义又加血，人又大，人又大。对，对于这个就特别，主要他手牌实在是太挫了，他手牌就攻击力太差。我发现罗西这牌有很多很多恶魔，可能就没黑铁，很有可能没黑铁。嗯，所以说他可能战场能力就差。感觉要被烧全家了呀！嗯妈呀，这个要被烧全家了呀！要被严术师谦逊，而且圣光，严术师圣光平等，不说错，严术师谦逊圣光对吧？这是一种方法，嗯，另一种方法就是平等，嗯，平等严术师加血加血，然后留一个，我想都。不能平等演出，加那样子会
那样子会留一个那个严平等严术师加血，这样子会留个二一。对，严术师谦逊圣光留一个会留个三一三对一三对，他选择留个一三，对，因为这样子自己还有一。嗯，他要干嘛？圣光，他想奉献吗 ？Dingo， 呀吼！有想法，有想法，有想法。嗯、他还是想保留一下这个。妈，雷欧塞布。没。沉默 Dingo， 全飞了。撞了这个阿格斯之盾，开始打脸。我是阿格斯之盾。是不是还是清掉比较好？可能清掉比较好吧，但不过这样也能烧的差不多。这会怎么打？嗯，奉献圣光。不黑旗。黑啊、哦，黑旗还来到黑旗了。黑旗撞掉加血。对对对，这样黑旗来了，那就当然是黑旗。嗯，对，黑旗来了，肯定黑旗。十五点血，基本上这个情况对动物园来说是很难，不可能打赢、嗯，基本上不可能，除非你有。大哥神抽很厉害，他现在两个大哥两个灵火都没见，嗯，所以说还是很有希望的。嗯，也就顶正义了，可以。嗯，顶正义清不了场，那没办法呀，那你别的也做不了。奉献九费奉献吗？九费奉献换掉，你就换光，你就升个二一啊。也是哈，顶正义，顶正义，顶正义吃了恐狼，吃恐狼，将四场攻，对。十八，你七场攻，嗯，七场攻你缺十一场攻，难。现在还出九场攻，还缺九攻击。哎呦，我的妈！你的大哥呢，哥们儿？这是你的大哥和灵火都在哪里？走丢了吗？真的走丢了吗？哦，完了，这下货一过就没了。下货一过就没了，因为平等风险太厉害了。马上，他一剑砍了，然后平等奉献可以，或者沉默奉献，他就沉默奉献不就完了？沉默奉献就行了，沉默奉献不就打光了吗？对 对，沉默奉献摸到了猫头鹰，这个就更简单了。这个升天了呀，怎么玩嘛？这个动物园摸不到武器，这不过其实对于圣骑士来说，他现在也很尴尬，就是不尴尬，就等着赢了，等着赢吗？等着赢。那万一对面连抽大哥？不会的，连抽大哥没用了，已经没用了。怎么？因为你看这一个奉献解一堆，对，然后还能招两摇两个小兵，还有小兵，然后你出什么我平等换，就是大不了。我还可以砍你脸，是差点，确实。我砍你脸，你还有七，你还有你就剩七了。仔细看，剩五血和打死。其实还没打过，就剩十一了。仔细一看，数值只有十一血了。这没牌能救的，你知道吗？嗯、这是最好吧？没牌能救，黑了，还是没抓到。哎、你天哪！灵活打掉还行，两个都出了，灵活打掉还能活一活吧。很难很难。看圣骑士这一抓是什么？伏丁。好，我的天哪！完事。急急啊，走远。这真没猫头鹰了，这玩什么呢？其实就算不抓伏丁，随便抓什么都一样的。哇，终于打到了决胜盘中的决胜盘。为什么我们每次都是这么紧张激烈？对，挖泥对罗西基，哎呦，肩负着 New B 和危机的，哎，来了，终于来了。罗西基在这摇摇头，气也说明白、嗯，来了吧，来了吧，这都快死了。好，这一回已经是扔到桌子，但他选择再摸一个，还是武器啊？这是，哎，主要是摸得差，动物园摸不到武器就、嗯、好弱，好弱。嗯、最后一场。术士和牧师对骑士，这是一个五五开的对抗，在你眼中还是说是都没牌了？肯定是骑士厉害、哎。好的，决胜局之中的决胜局。哇，嗯，罗西这个牧师好慢的，这是个带他带了他有精神控制，还有无面就意味着这个牌很慢，很慢，嗯，就很慢的牧师一般都很厉害，就在打这个骑士的时候，因为骑士你不可能打得死牧师嘛，对，肯定是就是一排换一排，一排撞一排那种打。也有个例外就是。对吧？有的时候骑士顶了个佛顶，你八费过。嗯，这个牧师有灭有破法啊，很针对后期，很针对后期。对，因为破法呀、啊。不过我们看这边也有母牛啊，这个也是针对牧师来说很烦的一个东西。嗯，嗯，是的。而且
这个要取决于这个圣骑士手里有没有克多，你觉得？圣骑士应该有克多的，应该是有克多，就几张呢？你觉得会有？一般是一张。嗯、他这张可能是，他这个可能是一张，但我就带两张，可能就更威力强大一点。因为王牌，我的天哪，都是往后期打的牌，这些都是。嗯，但王牌没螺丝就没用啊，嗯、这牧师不放螺丝的。报告吧。三个小兵，对于牧师来说 还挺烦。不烦，出个那个连术师，随便用个啥咒语就完事儿、倒也是。硬币，硬币出个枪毙吧。对，枪毙没啥用，枪毙打这个 matchup 大家都毙不到的。咦，罗西基摇了摇扇子。嗯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你想要玩玩火？哦，原来是网吧服务员。他们在基地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他们有指定网吧，必须在网吧。哦，嗯，你也可以想成小鱼大仙人冒充网吧服务员，从来过来拿了一个指令，打下牌，打这张牌，打这张牌，太梦幻了，我觉得你说的这个，我自己都编不下去了。好，大家互顶逆境喷射者，这边有黑棋、嗯，黑棋就很爽，这时候黑棋主要是曲线爽，对，节奏劈到了，这个是。没人但是隐藏的有可能是你自己踢不到自己的托丁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痛掉淤泥喷射者，痛掉总是转的，但是这个时候、没啥好、啊，痛了之后没什么事情做了就，痛掉没啥好啊。修牧师这回合比较难受，那特别难受就是你不能撞了去拐卖，对，因为撞了撞不死，撞不死，尴尬，也可以撞死。就这个黑骑士，你说他最转的是什么？他转手牌，其实我转场上节奏是最好的。对对对，硬顶，硬顶吗？这个硬顶可不太明智，我觉得硬顶可能会被降攻。硬顶，这个硬顶就不太明智，就顶出来那个肯定给白吃。嗯，完了，这个能不能活到下一回还是个事儿，基本活不到，所以说是不划算。硬顶就把岩术师卖了，岩术师在场上还是有点价值的。但现在没什么选择，得发挥点，得你得让岩术师发挥一下。岩术师最起码现在可以，你看撞了对吧？中了还能发挥点余地，烧来一口还能撞死一条，对，撞死个人吗？但是等于是自己掉节奏了，看你。还好，也还好，因为黑棋也就那么回事。嗯，这他出什么母牛吗？还是出个五三五？应该吃掉，出个五三五，摇个小兵。对，要不干脆就出个五三五，摇个小兵打脸。吃掉吗？不吃掉有什么坏处呢？不吃掉有什么坏处？不吃掉坏处？我想吃掉。吃掉有什么好处呢？吃掉没什么好处。反复在念。好，出个估计还是要吃掉，因为岩术师还是能玩出比较多杂技的。对，就你杂技配合岩术师还是很烦的。对，神圣星星，没什么用。我发现二哥这个手牌不好，他全是用不到的牌，他全是零零散散的一群没用的。对对对对，他现在这个拐卖他没有一个自己主动没什么好的目标，对，王牌基本没目标。治疗之环没有，没有奥吉尼没有去配合下人，玩其他牌都全是在这。主要是感觉就是，没有自己主动去做的一些事情，母牛咬小兵都是去针对对面做什么才能选择的一些东西。母牛咬小兵啊，他这个罗瓦尼的这个骑士是这种骑士，他是想双塔斯丁狗完了之后双那什么对对双正义完后那什么。好吧，咬小兵吧。其实骑士赢啊就是小兵的胜利。对，因为牧师是处理不了小兵，在理论上来说牧师这要怎么打呢？牧师这要复制吗？复制就不能复制伏丁。哎呀妈，这个牌好差。双治疗环没任何目标，他这个牧师我发现的，他是没有三飞三四这种东西。那你说的是那个黑暗教徒是吧？对，没有黑暗教徒，没有剑圣。嗯，他是那种比较偏后期的，真的比较偏后期。他就是纯粹是一把解，然后加上一些一天一区大怪，就是根本就是打前期无能的。对，这牌你碰到了什么动物园，基本就也不能跪下，因为动物园牧师打动物园优势还很大的。是的，就是说碰到一些就相对前中期的牌吧，就不是那么好打。嗯。难受啊，现在牧师也是很难受的，因为他牌接的不好。你看他两个治疗之环没有闹进灵魂骑士，复制他又不想复制 母牛，因为他想复制伏丁，灭不掉就拐卖个什么软的东西，就怎么了个这个，对，就干了个干。
对面就随便玩你。看看这一轮连术师，连术师可以不交吧？嗯，不用。这一轮怎么打呢？嗯，怎么打呢？我也想知道怎么打呢。奉献换掉不好，好像。奉献换掉，奉献城管吃掉。嗯，对。但不是奉献拿那个盾换掉。对对，我是这个意思。如果你交城管就、嗯、对，就肯定不交城管。奉献就是能清光、嗯，但是你相当于拿奉献换的四五，嗯、就。而且还不是换一个四五，换半个四五，我觉得不是那么划算吧。是的，但没有其他选择，你知道吗？我想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选择。现在就是他要么就放任不管，就打打看，就三三吃掉一四五撞一下，嗯，把盾破了，嗯，完之后自己他剩一血，自己剩，哎呀，也不好看，还是先还是弄掉了。嗯，纠结了半天，还是想了想，奉献没有。算了，因为严术是平等也够了，对，就这个奉献交的不错，就九费回合的牧师，我的天哪，还是没事。他这边有双诺瓦，也是不太常见、嗯。现在牧师很少放两个诺瓦的，对，因为诺瓦特别慢。主要是诺瓦这个牌在天梯，就是这种套牌里边就不是那么的好用，不像是对竞技场里威力那么大。顶炉赛布。没办法，只能是硬着头皮上个罗塞布。说毕竟剩下手里的牌，他枪毙肯定要是就没啥用的，因为枪毙这东西啊，啥也解不掉，啥也解不掉。人家可以解解光，倒是真的。嗯，解解光可以出正义加小兵，也可以塔斯丁狗，塔斯丁狗加小兵。遵循万物的规则。啊、交了。真的还有，嗯，对呀、啊，交了城管，因为解到这四四还蛮爽的嘛。完了之后，愿意交正义交正义，不愿意交正义就出小兵加塔斯丁狗。小兵塔斯丁狗好，因为保证每回咬小兵，这就是你胜利的基础。牧师最怕爆搞兵是吧？哎呦，他连塔斯丁狗，哇，你想的真多。嗯，哎，你看想的多还是有道理的。想的真多，想的真好，有道理的。想的塔斯丁狗，因为这边马上就摸了一张灵魂祭司。对啊，你这时候不用灵魂祭司也是干了个尬。嗯。是的，你想，如果瓦尼上了个正义，或者上了一个塔斯丁狗，都会白送的。嗯、对，现在就是这个奥吉尼灵魂祭是属于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啊。哎，鸡肋，就很鸡肋啊、嗯！就你上了灵魂环，你觉得赚一点，就那么回事儿，赚了赚是赚，但不是我想赚的那么多，就没感觉用出来。嗯，就是赚肯定赚，但是不够多，我忍，想着是想忍，想忍可能。想忍下河叫圣辽牧牛啊，还是还是还是给自己加一个，对啊，因为不然就不能加了，没差了，其实我觉得加不起，这回合可以严术师加圣辽。好坏啊，你这个没别的解，确实，但严术师这么用一张嘛，就不再猥琐点嘛，没事，你还有一个奉献，还有一个严术师，还有还有一个奉献，就是配两个平等够了。嗯、就你最尴尬的就是平有严术师没平 等, 平等，不是就两个平等，嗯、一定要配一张配一个严术师或配、嗯、配哪个都行。但是就二配四，你不能把严术师平等全交四个交光了，你剩俩平等没用的。对，现在九张不炸牌，对不炸牌的、嗯。牧师也只能是人继续。牧师继续忍呐、啊，这个、佛丁现在是肯定看不到了，肯定不上的，就你不用想，他不会出来了，就。嗯，我觉得塔斯丁狗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出正义也行，出正义也行，正义咬小兵和塔，正义咬小兵，正义就是片灭的，塔斯丁狗就是塔斯丁狗好。我穿你，但是他，就牧师还是。嗯，我觉得罗塞布也行。哇，他是两灭两痛，他这个是他这个牧师真的很后期啊，嗯、两痛两灭那种。我看到怒拍一个塞布，报告，这咋办？难啊，这个现在。哎呀，最近牧师来太晚了，也不知道双方都剩多少张牌。对，不过目测的话，其实要少一些，还是其实还少一些吗？
他打了一发圣灵，他打了一杀圣灵，对，牧师没有抓过牌，没有抓过牌，没有抓过牌，但是情况是这样，就骑士的消耗比其他职业都低，对，就打到最后那个打到最后的那什么，最后剩的牌肯定是骑士剩多，和十费的诺瓦，十费诺瓦也没办法呀，这个放着也是放着，洗脚，哎呦，天哪，这都是塔斯丁狗，塔斯丁狗吧，对，千万别上福丁，就福丁，就我想挖你也能想到这个事情，对，就你八费佛丁不出，干脆就再也不要出，就是再不出，因为精神控制他就留给你福丁，就算你不怕他的无面，嗯，就是其实罗西基这手牌有点矛盾，就是他无面和精神控制做的作用是一样的，是的，其实都是针对佛丁这一张牌来做的，对，就是说你，当然他想要对面可能有罗斯，他你如果挖迪这把上了福丁把自己弄死了，我觉得那绝对失误，绝对是失误，对，因为把生意都交光了，他不怕一会儿进疲劳打不过人家吗？他想着是用高长弓压一下，然后好像也确实是不错，这样看来，因为对面好像没办法，除非再摸到一个，没什么办法，就啊，你看真是没办法，对面真没办法，这好难受啊，这牧师现在可能得复制了，对啊，也不复制就把自己崩了，要感觉复制也崩了，复制没用，这好像是节奏，人家就随便换换你，对的，我的天哪，又一个城堡，姚小兵就够了，嗯，挖你这个骑士想法挺多的，还放了洗脚，洗脚的目的是因为我觉得圣骑士这种情况下，刚才他看了一下牌也不知道剩几张，哎，谁能通知我罗西基一下，告诉他什么时候换下牌，这时候就维持高场攻，之后维持高场攻，然后一直姚小兵、怎么办，现在需要第二张奥金尼，没有第二张奥金尼下后直接被打死了，对，要被打死的，因为你看他爽是没解的，哎呦，又是一个神火，神火吸掉，可以吸掉，可以，但这张牌不算是治标不治本，这张牌不算是改变什么情况，对，因为敌人场攻依旧很高，还在打你，之后就是相当于晚回一回合，嗯，女王好像不下，女王可以下，我觉得可以下了，对，我可没时间，就下下来你怎么办嘛，也是女王对你说的很有道理，女王道理真没啥，就因为她女王被控制不怕的，是这你要精神控制我女王你就死了，就对，啊，摇摇头，肯定是确实，哎，奥基尼环，哎呦，你刚刚在摇头，马上疯狂的点头，这个是怎么打，看一下啊，这个环是可以全解，沉默女王，奥基尼环，再环一下女王，再拿一下女王全解，拥抱无尽的时空吧，那自己那个别死了，看就是清场了，他可以不这么打的，他可以奥基尼环之后猫头鹰沉默女王再 DS 女王，最多获个猫头鹰，是哈，我就觉得不对嘛，别骗我读书少，我觉得好像不太对，顺序有点问题，对对对，他先出奥吉尼环，反正那个女王是五一的，我觉得骑士现在就宝剑塔斯丁狗小兵就行了吧，这个时候他还想上科多吗，这是啊，遵循万物的规则，是不是稍微的没必要一点，就是他想上科多，主要是我觉得不如骑士宝剑加就塔斯丁狗宝剑加小兵，这样其实一样的吧，塔斯丁狗宝剑小兵，他手上还有谦逊，其实也不怕啊，这倒也是哈，他有点想推死对手，到这现在我们看一下怎么解，怎么解，宝剑劈了，宝剑劈了，宝剑劈了起脚，嗯，可以，宝剑劈了起脚蛮好的，宝剑劈了起脚蛮好的，或者塔丁狗也行，我觉得挖你真的是淡定啊，就这个姿势就保持一个姿势的，对，还上塔丁狗，那就算上塔丁狗，咱们都被上了，黑棋也不怕，黑棋不怕，宝剑劈回去，完了就小兵换掉。主要是牧师没牌了，牧师这些牌啊，都是救不了他自己的，就是全看对面，嗯，对面出的好，嗯，我这牌就厉害。对，对面出大哥，比如对面出一福丁，我就赢了。嗯，但挖泥现在就想得很清楚，肯定不出牌，就这牌就烂到手里了，就烂，就当做没有，就小兵打你，打到你死，真的打不过。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尴尬，就是福丁基本上经常就是这样。14打得死吗，8还差6打不死打不死骑士斩杀屈指可数，对，
高达十点的战杀。就这样，就长沙什么都没有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只要算六点长沙战杀就算高了。嗯，因为一个奉献一个宝剑就要六点斩杀，高达六点的斩，就是就高达六点斩杀就死了吧？这个应该是啊，不行，还是他怕过载这种。就那个叫什么疲劳什么的，他就采取慢慢打了。嗯，这没办法，只能强他 Stingo。 灭来了就没什么用了，反正就只能强他 Stingo， 还能怎么办呢？哎呦，那个奥吉尼环是真的救了一命，不然就已经崩了。你强了他 Stingo， 说不定挖你一冲动，对吧？嗯，把附近一下给干死。对，复制啊，复制也不怕猫头鹰，他有破法，又是破法又是猫头鹰啊，他这个都是套路深啊，真是套路深，两面都是套路，这两面全是破法，乱七八糟的。嗯，其实两面就是这边出伏地，那边出伏地都不怕。我们看后这边看厚度上那个，我们看到挖泥是四张牌啊，这边嗯有一个看到了挖泥是四张牌，但是这个罗西基自己的是看不到的，没用的，这现在几张牌已经不起了什么作用，这盘信仰出信仰圣光了。然后他复制沉默，然后这边复制沉默还剩个六六，还剩个六六一样的，完兜过来复制，兜过来沉默，沉默，兜过来沉默，可以先交猫头鹰的沉默，猫头鹰都一样嘛，不是，嗯，猫头鹰费用低嘛，好别扭啊，看着这俩人。他好几张，你看看，我要看一下罗西基那边好几张，偷偷瞄一眼。嗯，他罗西基这个人就等一会儿看一下，一会儿不看，一会儿看一下，嗯、一会儿不看。这我想三张的挖泥是三张，然后罗西基自己是嗯沉默，谦逊比较好，沉默谦逊比较好。哎，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又看了一下，又就是不看自己的。其实他有严肃是平等这种高级解法。严肃是平等，那就送了一个，送了一个灰烬石。他可以那什么？他可以老佛爷，嗯，吃掉塔斯丁狗，嗯、平等、嗯、一换掉福丁，嗯，把老佛爷再沉默回来变溜溜。杂技，杂技吗？哎，你看他是这么想的，也许他不是、啊、他不是这么想的，他不这么想的，他不是这么想的，他打脸了他。嗯，圣光，嗯，绝情了，对。不过好消息是只要这边清不掉的话，一个沉默带走你。哎呦，嗯，这张牌看看能不能创造奇迹，没什么牌了呀，关键牌库里大宝剑和奉献，我靠，那神抽了呀，这算是出这个可不明智。哎呀，出这个就出这个挂了，可不明智，挂了出这个可不明智。他主要是没想到对面还有一个 没打死，还有三呢，还有三吗？摸个宝剑就赢了，哦、摸奉献还不赢啊？赢了，赢了，摸奉献不赢，赢啊？摸奉献不赢？哎，这好纠结呀、啊！这洗脚不够也是吧？你的魔法也沉默打脸算了。他，你罗西基的表情也是，怎么还有沉默？这回罗西基当清场、啊，嗯，奉献完吃掉，但是他知道的，严叔是严叔是奉献好的。他知道人家是有宝剑的呀，就是知道你手里是有宝剑加奉献的。我知道他牌库里有宝剑加奉献，并不但是主要是挖泥手里已经没有什么牌了，好像是两张还是一张了，就是、嗯、牌库里还有三张牌，还有一张牌，两张牌，一张牌。摸到宝剑摸到什么？摸到什么？这个很关键。好的，好的，宝剑加奉献，那可以。恭喜挖泥，最后也是在最后这么紧张激烈的时候，打赢了一场这么激烈的战斗，我们恭喜牛逼，确实。另外，我能说我的博彩赢了吗？二比，好，跟我的预言一样嘛。这个真是纠结啊，双方真的真的哈，就打到最后没牌，打到最后没血。嗯，而且挖泥也是最后在。